好漂亮哦。对啊。然后你看那边，而且还有人在钓鱼呢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去那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走吧。OK， 走。黄大哥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刚骑了一圈呢，发现这里的风景好优美哦，骑起来好舒服哦，是，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月眉潭的一些由来吗？好的，月眉潭哈，它占地有八甲，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万年水潭。嗯、那原来哈居民哈，他为了捕鱼哈，都会争吵。那在清朝的时候，就王德禄将军哦，他就讲你们都不要吵，由我王大人来替你们管理。哦，所以就这个水潭后来就归为王大人将军所有。那居民就流行一句话，就是说，这那个给王大人吃地吼，啊，八家吼有够贵的安尼。月眉潭原来有很多有趣的典故哦。嗯，真的耶！而且听完黄大哥介绍之后，真的非常有趣。喜欢单车旅行的朋友们，下次一定要来嘉义新港月眉潭玩哦。嗯。